算有了结论，过程是和平的，一起走着以为就是永恒，这天还是来了。我不是无辜的，你只是明明却觉得不爱我了，没有第三者的分手，原来比不忠诚更痛，从客观或主观来说，坏人都是放不下的我。不能憎恨别人，不能推诿责任，爱了几年问题悬而未决，是时候面对了，还宁愿是别人的分手，原来比成全谁更痛，我们错在死不犯错，早该离开却无动于衷，说委屈我委屈什么，难道还有别的选择，什么有种被孤立的寂寞，我甚至渲染不得多想交集，也只好承认想当受害者，我恨你的人。